我的员工有很多，我管理不到他们，没有个办法。这三四年我一直在找 filter 过了，来了十多个，来了十多个，我还拍照给我的朋友，故意的 send 给他们看 ，OK。我上天这么多人来跟我 interview， 我现在慢慢死，帮我谢谢孙老师，我大致上已经解决我八年解决不到的问题了。